新月弹钢琴呢。哎呦，新月啊，是咱们班的小公主，还会跳芭蕾呢。到了，这什么时候啊？没事儿，叫您看看。新月妈妈，新月妈妈，听得见吗？新月妈妈，哎，来了。新月妈妈，打扰你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希望妈妈，苏醒大设计师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新月妈妈。你好，我记得希望小朋友的，好像都是阿姨陪的吧？春游秋游都是她负责接送的啊。是啊，我们家阿姨啊特别能干，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能搞定。哦，新月妈妈，我们有点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？好的呀，不过新月在练琴不太方便，要不你们去花园坐一坐吧。啊，好呀好呀，这边请。谢谢啊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么漂亮的妈妈，像电影明星一样，真的气质太好了。多谢希望妈妈夸奖。喝茶吧。哎，思远妈妈开始跟我说了，我也不是学教育的，孩子嘛，陪伴最重要，不只是花钱读书这么简单。对了，我找了几个网站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至于其他书啊、教材什么的，都是大同小异。新月呢，虽然没有画画的天赋，但我让她多涂涂，也是件好事呀。谁说的？人家新月不是画得蛮好的哈？是画得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好沟通啊。好的呀，我扫你吧。嗯。新月妈妈，咱们开放日的那个推优名额到底有几个呀？推优？什么推优啊？一直传说会有推优名额，所以想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弄得人心惶惶的，我想我们这些妈妈都不会信的吧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有这件事儿是吧？现在的政策，公办小学招生都要公示，民办超出招生人数就要摇号，请问哪来的推优啊？我劝你们呀，抓紧孩子的学习才是王道，不要想什么推优不推优的了。哎，那个书友嘉宾在开放日的时候来挑选重点录取的孩子，那个消息也不靠谱吗？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妈妈，不要轻信这些小道消息和各路谣言，哪来那么多的暗箱操作？要相信政策的公开透明。哎呀，反正呀，说来说去都是羡慕你的呀，七月给力，户口给力，怎么玩都玩得溜的。其实我也挺好奇的，像你们家庭条件这么好，怎么不去报那些民办的双语学校啊？怎么，我们不能读公办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说我们在争这些名额，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想让孩子英语领先，就都把孩子送去了双语学校。母语多重要啊，中文基础当然要打好了，中文学好了还怕学不好英文吗？我可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。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喝点茶吧。新月妈妈，你这茶老好喝了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睛的鸟在我车上拉屎啊？啊！哎呀，老公，干嘛跟鸟过不去啊？不要紧的，找时间给车做一下保养不就行了吗？不要紧，开着有鸟屎的车出去多没面子，我怎么跟人谈生意？你多学学我，一点小的瑕疵都不能放过啊！对于新月的学习要求也是一样的。还说去4S店保养，擦个鸟屎就去4S店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
我这么花钱，你能住得起别墅吗？我终于知道新月为什么每次考试都不是第一名，就是你对她的要求太低。哎呀，我再提醒你啊，开放日，新月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。老公，校长开放日那天会去幼儿园呀？你打听清楚了？以你老公这人脉关系，消息什么时候错过？太好了，我要让那些把娃扔给保姆的妈妈看一看，什么叫做用心培养。现在想嘲笑我，好意思？哎，居然还问我住着大别墅为什么要去读公办，说的好像我要去抢他们公立小学名额一样。你说这人逗不逗呀？你们妈妈们在一起啊，不要只是互相攀比。哎呀，老公，你不要这么说我嘛。那我有这么好的老公，这么好的女儿，我干嘛不跟人家比？谁都比不过我的呀。嗯，这话我爱听。所以啊，你就更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，珍惜你老公我啊，珍惜咱们这个家，把女儿好好培养好。来，拿着。哎，好嘞。快点啊！啊。上个礼拜在外地出差给你买的包，最新款的啊。还有你最喜欢的护肤品，使劲擦，使劲抹。擦完了再告诉我，我再给你买。哎呀，谢谢老公，老公太爱你了，亲下来。哇！哎，我有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我送你礼物和不送你礼物，你亲我这质量完全不一样？是不是我送你礼物你就对我好一点，不送你就对我差一点？没有啊，老公你误会我啦！来，亲亲。谢谢妈妈。好了，妈妈。那个。一大早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您好，我听说新月爸爸是大老板，那个上学名额的事情，我就想来问问，我该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您哪位啊？啊，围攻校长的哪位？就是凡凡妈妈，上次我跟你说过的新月幼儿园同学的妈妈呀。您懂得多。我就想问问您，我们凡凡上夏阳路小学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吗？教育局明文规定，对辖区内适龄小朋友可以做出调整方案，也就是说，对口学校的报名人数如果超出了实际要招的人数，那么必须要做统筹分流的方案，这是合法的。现在的小学也在筹划之中，更是合情合理。合情合理，那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上学名额没有了，那赔偿有吗？如果要是有赔偿的话，我应该去找谁呀？人家校长不告你闹事，就是想息事宁人，您还想要赔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要上班了。哦，对了，海参好好发一下，晚上我还要喝花旗参汤。哎，好嘞，老公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少喝点酒。其实我们最开始真的不是为了钱，只是要是一分钱赔偿也都没有，抚养权怎么办呀？你说什么？顾总啊，那个我们公司两个设计团队的设计方案您都过目了，您看您选择哪个呢？苏设计师的才华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认为咨询事务所是一个很严谨的地方，所以在设计上
我希望是打破墨守成规，让能够进来咨询事务所的人先放松一下。嗯，打破隔断，降低成本，丝毫不影响设计的结果，我非常喜欢。谢谢。我早跟您说了嘛，苏醒是我们团队的王牌，他一出手包您满意。苏设计师的方案确实醒目一些，不过呢，文案是一方面，执行体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的团队既然能出这样的方案，当然他们也有非常强的执行能力，相信之前有一些成功的作品，顾总你也看到过的吧。看，你手机一直在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处理一下。周阿姨，周阿姨，我现在还在开会，我可能赶不及过去了。你带着希望打个车回来，好吧？哎，您看，您看这个设计。不好意思。你要不要提前回去陪老公孩子？不用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哎，行行，安排好了就好啊。那个苏醒呢，那个家里的孩子马上又生小，当妈妈的嘛，肯定他得操点心，是吧？这么巧啊。嗯，我们家也有一个又生小的孩子。哦，哎，顾总啊，我正好有个朋友在热门的机构当老师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引荐给你。不用，这都是我太太管的事情，我只问结果。做决策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大气。听说现在幼升小已经没有什么退休了。顾总，你了解情况吗？谁说的？我们家委会的主席。那只能说明你混得不够好。有人来了。新月妈妈，你要的水果和水我给你送来了。这么重的东西你一个人搬过来的呀？我帮你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别把你一身弄脏了，我都干惯了。我给你拿件。哎，别动别动。你跟大妈好。好好，心月真有礼貌。进来坐坐吧。不了，我回去吧。没事儿，进来坐一坐。来，我给你倒茶啊。走。啊。快点进来坐坐。坐吧。哦哦，往里坐吧。我一身太脏了。没关系，往里坐。啊。哎呀，当全职妈妈真是好啊，大热天的可以在家吹空调，不像我们一身臭汗。你看全职妈妈表面看起来舒服吧，其实忙起来是要命的。就我那几个朋友妈妈，每天的时间表都是按分钟安排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小到吃的维生素、夜灯的度数，大到去哪骑马、滑雪、假期游学，全年无休哦，不比你们上班的妈妈轻松。骑马呀，滑雪，听上去就好贵。妈妈，我去开。啊，你去吧。来，吃点糖果。哦。我给凡凡拿回去。那再多拿一点。哦，不不不，这些就够了够了够了。妈妈，有你的快递。
哎，来了，你坐啊啊啊！哎，我帮你去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坐啊。还挺快，正好派上用场。哎，这个裙子到了，你帮妈妈拿一下。妈妈。对呀，这个是你那个白的。我手太脏了，也没法帮你的忙。没关系，我们进来就行了。这个好看呀，来，把这个铺上啊。这个牌子的衣服都蛮好看的，心月。妈妈，我想穿这件，你穿那件。好呀，那你试一试，比划一下。怎么样，凡凡妈妈，好看吗？我哪懂啊，我看着都好看。心月穿了像小公主。这几个牌子都挺好的，款式也很好看，怎么买都不会出错。是是。哎，说起幼儿园的开放日，你们凡凡表演什么节目啊？哎呦，你知道的，我哪有时间问他呀，我也不懂。凡凡他说他自己琢磨。心月表演什么节目啊？我表演钢琴独奏、芭蕾舞和法语朗诵。哎呦，你一个人表演这么多节目啊，那你累不累啊？就是没有幼儿园的开放日，他大大小小的表演也挺多的，都习惯了。心月真厉害。我听说那个幼儿园开放日还挺重要的，好像是说有什么知名学校的老师来暗中选苗子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是吗？啊，来，心月帮妈妈把这个拿到房间去。好的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听他们大家都在说。这些都是道听途说，我是没有听过园长说过这些话。嗨，我们连园长面都见不着，就算见着也不敢问。都是同学嘛，我也只是替大家跑腿传话的呀。那要不我替你问问园长？哦，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不就是聊天聊到这儿了吗？我来挺久了，我先走了啊，还有鸡蛋要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啊。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打扮的好看一点。谢谢啊，那我先走了啊，开放日等着看新月的表演。好，哎，开放日等着看凡凡的表演。哎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